墨学深深地明白，即使您现在是美国医学院的院长，有一天将也会走到医药所无法挽救的地步。这时候面临的就是一个生死的问题，也是一个返回极乐故乡的问题。墨学这一生有幸能够听闻到净土法门，知道这一生可以用念佛来解决生死的问题，所以非常的感恩，也庆幸可以领先回到极乐的故乡。常常感觉到业障深重的众生，正是弥陀慈父急切要救度的目标，就因此我才侥幸地领先得救。一向对同患癌病的朋友们都亲密地称呼为领先得救班，因为我们都收到了癌病的通知单，领先觉悟世间无常，应该欢喜念佛，牵上佛的手，所以我们是领先得救了。虽然墨学不追求延长着肉体的生命，但是师父们、老师们和莲友们却都竭尽心力地想免除墨学这色身的痛苦，只要听说有什么办法会让墨学的病情好转，不论是做得到的或是做不到的，他们都竭尽心力地去做。曾经有人为墨学感慨，怎么这么年轻就得了这种病，而墨学身历其境，却常常庆幸感恩，还好是年轻的时候就得这种病，假如又老又衰弱才又患病，那才真是苦上加苦呢。日落之歌，最后的一口气，让我结成歌咏阿弥陀佛。最后的一卡利，让我奋笔画接引金手。最后的一滴彩，愿凝聚成弥陀慈母。最后的一串泪，愿汇入他因九代倾注的泪阳。最后的一心跳，
愿与佛大慈大悲共振。最后的写脉，愿尽奔流入弥陀愿海，朝夕澎湃48愿壮丽伟大的浪潮，吞进融化一切苦痛，吞进融化一切无奈。最后的一抹微笑，愿化入弥陀的微笑，化入那永恒召唤无尽奥妙的微笑。最后的呼吸，愿纳入弥陀的鼻息，成为极乐国度走百千种月的阵阵清风。有一度，当墨学病情恶化的时候，据母校王老师提到，摄长菩萨打了一通电话给他，建议是否试试小麦草。于是他们就听美国安博士的演讲，大家做了一番研究。因为小麦草不容易买到新鲜现成的，师父和大众师、王老师还有以前的室友江学长、庄学长就开始为墨学种小麦草。一个一个种小麦草的盘子，是老师由山下用摩托车再到山上。小麦的种子从泡水、催芽到播种、松土，其中的过程都非常的辛苦。当时恩师深夜12点起来持诵大悲咒灌溉小麦草，墨学在远远的地方看到大家辛勤忙碌的背影，眼泪总是充满着眼眶。墨学总是在遥远的地方向他们合掌敬礼。当时恩师嘱咐大家说，播种灌溉不能够散心杂化，要虔诚地念佛。太阳下，风雨中，他们都这样虔诚地播种着。还有一粒一粒念佛孵育出来的绿豆芽、萝卜芽、木素芽，他们为我剪小麦草，光是拿着剪刀剪小麦草，剪的手指都起泡了。但是他们总是给我慈悲的微笑。但墨学感受到，他们在那里搬运着沙土，搬运着小麦盘子，一定会腰酸背痛。压着小麦草枝，双手一定会疼痛的时候，他们却告诉墨学，做什么都很欢喜。他们说，我们只不过是在履行梵网经里佛所开示的，见一切疾病人，常应供养，如佛无异。佛教我们供养病人应该跟供养佛一样，所以他们叫我不用挂碍，好好地念佛。有几次曾经因为不忍心这样劳师动众，就跟师父
请求不要再用小麦草了。但是恩师说，你已经出家了，这个色身不是你的，你把它交给阿弥陀佛，不要有意见。墨学除了好好念佛，除了把这颗心投入清净慈悲的佛海中，又怎么能够报答他们的深恩厚德呢？只能当他们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。说真的，墨学从来没有去研究小麦草是不是有特别的疗效。他们告诉我说，小麦草要翠绿的、不下垂的、向上的、茁壮的才好。墨雪只反问着自己，内心的菩提芽是不是翠绿呢？是不是像一颗向上茁壮的小麦草？他们说，垂头丧气的小麦草疗效不好。墨雪不能让自己的心垂头丧气，承受了这么多的恩惠，只能够发愿，即使身体有病，也要做一个喜悦的念佛人，欢喜念佛来报答四众恩。墨学把每一杯绿色的小麦草汁称作是绿色的大杯水。墨地里顶礼佛陀，也顶礼这来自大杯的绿色大杯水。它给墨学的疗效，与其说是小麦草的成分，不如说是其中无限的慈悲，和许多佛子实践佛陀教育的诚恳。这一股力量推着墨学走过许许多多困顿的路途，一直到有一天看见道智师在捡小麦草之前，为了避免伤害草上的小虫，就先慈悲细心地移去一只一只的小虫，并且一一为他们皈依念佛。墨雪看得很感动，也为这样劳师动众惭愧不已。这样困难的培植，别的患者也很不容易获得。于是由那时候起，就再也不忍心使用小麦草汁。因为墨学的肿瘤占据了大半的腹腔，有些部分又跟肠子粘在一起，不得已的时候需要灌肠。恩师就教导墨学，要利用灌肠的时候锻炼生死功。所以墨学就练习在灌肠的时候忍憋20分钟，肚肠翻搅，全身颤抖中专心念佛。开始的时候因为肚子翻搅得很难过，所以念出来的佛号就是很急促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。后来有一天想到忏公师父开示拜佛念佛要学佛面安详微笑，反观自己却是念得
愁眉苦脸，咬牙切齿，不仅觉得好笑又惭愧。当然，我可以说出一堆理由，说自己是多么痛苦，所以不能安详微笑。然而再想想，此刻不学又更待何时呢？此刻不安详微笑又待何时呢？我一定要学习感受阿弥陀佛的欢喜，不去感受痛苦，这才是无有众苦，但受住了。所以就练习在这种时候念慢版的佛号，心里越急，肚子越急的时候就念越慢的佛号，也勉强学习像忏公师父那样安详微笑。虽然不容易做到，但是心向往之。默学静心地想一个很大很大微笑的佛言在眼前，一切似乎就容易得多。想想生命无多，现在不欢喜念佛又待何时呢？默学宿世的恶业，可能本来应该要堕地狱受抽肠挫战的痛苦，现在身虽然有些折腾，可以说是蒙佛加倍才重报轻受，而且又能在当中得闻佛法，有法喜滋润内心。想想宁可受苦听闻佛的名号，也不愿意享福而不闻佛法。学长可以自己去买一个100cc 大型的灌肠球，自己试试看就知道其中的滋味了。世人大多喜欢吃香肠，谁曾经细细的思维想过猪儿肚肠翻搅的苦痛呢？当默学最初上山的时候，山上一切都是客难从简的，房子也没有纱窗，所以蚊子常常成群的来筑舍。功夫好的师父们都是安之若素，欢喜的布施请蚊子吃饭，但是他们悯念默学的疾苦。有一次要灌肠之前，看见道良时一手拿蚊香一手拿槟榔叶做的扇子，替默学先到厕所中去拜托各位蚊子菩萨慈悲，请暂时离开。看他诚挚又认真的面孔，喃喃和蚊子沟通，真是忍不住感动。其实他自己满脚都是包包，还是笑嘻嘻。道智师每逢默学灌肠，就很慈悲发心带默学拜88佛大忏悔文回向，这些难以尽书古朴诚敬的行者，就是背后的化佛人。